两个月没洗的荷兰猪会有多脏？该给可可豆洗澡了。有的猪表面看着白白净净，其实里面早就黄透了。你们说这猪还能要吗？隔着屏幕都觉得熏眼睛了。赶紧给可可豆洗一洗，这刚放进去水就变黄了。这怎么也洗不掉啊！我再搓一搓，好像还是洗不掉。换水试试。你怎么还喝上了？ 让我打电沐浴露试试，我搓我搓，我使劲搓，完了彻底腌入味了，洗都洗不掉。就这样吧，反正在里面看不见。俗话说，眼不见为净，只要我看不见，那都是干净的。冲洗干净后，赶紧擦干。上吹风机了。可可豆吹干的时候还是很配合的，比较怪不乱动，会站起来配合我吹干，或者躺着一动不动的配合我吹的差不多了。 又是一只香喷喷的猪猪了。